咁咧，跟住咧就係喺11月30日咧，就係咧今次咧我哋咧周年大會咧都會有一個選會加多一個崗位。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嘅會址咧都仲喺度努力緊周旋緊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要有好多準備工夫要做。咁所以咧，我哋都會係就住會址嗰度咧，都會有一個人去負責嘅。咁所以咧就會加2個崗位。咁如果兩個崗位咧，佢都會跟翻我哋今次即係個任期就去到2010年嘅12月31日。咁所以咧，一陣間投票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嗰個嘅新嗰兩位嘅即係執委咧選到出嚟咧，都會係1年任期。另外咧就係嚟緊咧 AOB 咧就有2個主要嘅事項咧，都會有2個其他嘅事項咧，都會邀請咧大家一齊討論嘅，包括咗執行委員會嘅任期，因為我哋曾經之前咧執行委員會咧就係、由1年咧改做2年任期嘅，咁咧我哋咧就會員阿 YDC 咧，亦都係我哋嘅會籍秘書咧，都話啊，我哋諗係咪要改改佢會好啲咧咁樣，咁啊提出個討論，咁啊都有個建議喺度。咁另外咧，同樣咧就係話咧，關於嗰個嘅執行委員會嗰個選舉辦法啊，嗰度咧都係會大家討論一下，咁啊嚟準備大家諮詢一下，等大家可以喺籌備下一年2010年嗰個嘅執行委員會選舉度咧，就令到大家咧就覺得更加係有代表性啦，亦都係幫到大家去運作嚇，推動會務咁樣嚇。咁咧跟住咧就係、師傅嘅報告，師傅係呢度。係，睇睇條數先嚇。咁啊，到11月30日為止啦。咁樣就我哋嘅 account 嘅現金有246538.69。咁支票有27449.66。咁啊 ，ready cash 現金咧就有851.4。咁啊 ，total 有274839.75。咁啊，希望大家啊繼續多多支持我哋黑市啊！咁就會費啊，或者係會員嘅嗱嗱聲做下啲永久會員啊，幫助下我哋黑市裏面嘅財富。咁啊，然之後等我哋搞好啲嗰個會址。OK， 唔該曬。會長個報告，咁咧佢都會精簡講翻咧，我哋今次做過啲咩嘅資料啊。OK， 咁各位會員大家好啊，咁我係啊 VR2UKM。咁咧就喺呢個過去嘅12個月咧，我哋黑市會咧就經歷咗呢個極度嘅挑戰嘅時刻，亦都見證咗黑市嘅歷史性成就。呢啲都係我畢生難忘。我哋有啲執委咧唔顧呢個團隊精神，背道而馳，掉頭而去。相反，熱心嘅會員咧積極嘅參與同埋鼓勵，使到呢個會務咧仍然喺正軌裏面，令到我哋可以奮勇向前，繼續努力。為業餘無線電嘅福祉咧排除會籍嗰度咧，咁啊 YDC 之前已經講咗啦。咁我哋咧就係有10500個登記會員，有291個換約會員交費嗰啲，有68個普通會員，23個準會員，3個熟會。咁有20多個準會員咧已經考到牌噶啦，升會升做呢個普通會員噶啦。咁我哋嘅會員咧，大約係維持喺300個左右。我哋而家會努力令到嗰個會籍咧係電子化，希望我哋有會址咧就咧可以完成呢個計劃。財務嗰度，咁我哋維持呢個健康嘅積存金額咧喺呢個11月30日咧就有275682.75。咁啊，之前阿 WQC 都講咗啦，嗰個帳户都係啊。咁啊，多謝阿 YF 幫我哋再 audit 嗰啲數啦，同埋我哋嘅會計師劉業傑會計師劉咧幫我哋啊做嗰門帳啦，同埋俾啲專業嘅指引你我哋喺度，我哋嘅會員嘅財產得以恰當咁利用。喺做呢個新會所嘅時候，為咗保障會員嘅利益，我哋會更加善用財政嘅資源，妥善管理嘅。慈善團體，我哋黑市會咧，舊年咧就變咗正式做咗一個慈善團體。一年慈善團體嘅經驗咧，我哋係未夠嘅，其實嚇。咁我哋仲要有大規模嘅籌款活動，或者要求啲大財團啊、大機構啊，或者政府嘅贊助嚇。咁但係無論點都好，我哋係呢個無線電支援社會服務呢個目標咧，係唔會改變嘅。
會所嗰度，我哋喺呢個2009年5月開始咧，我哋就向呢個地政總署嗰度咧就申請茶果嶺道一幅官地。啊，咁誒經過好多輪嘅會議啊、實地視察啊、輸入往來嘅程序咧，我哋最近亦都交咗個園景嗰個建議書。咁就係而家咧都仲未收到批核嘅文件，但係我哋有信心咧，一得到批核咧，我哋就會成立我哋嘅會所，同埋希望會員能夠提供資料或者資源去平整呢個萬六尺嘅地盤。起我哋嗰個會所啊，最地政署批咗我哋個會所咧，可以起到係2000平方尺啊。咁你哋嘅支持係非常重要嘅，希望你哋同我哋一齊攜手並進，建設我哋個會所。其實小組嗰度咧，我哋咧成功營運咗4個足地站，而且咧成日上去啲足地站維修啊，譬如阿樓台啊、幫幫阿樓啊、TP 啊咁樣。我哋最榮幸可以宣布咧，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就俾支持我哋。佢原則上批咗我哋係用呢個永久都可以借用呢個九號方房嗰度擺呢個大帽山個阿樓台。而家產業署咧就草擬緊嗰啲文件同埋條款，搞完咗之後咧，我哋希望咧可以啊團結一致，向政府爭取更加嘅發展。咁網頁嗰度，咁我哋嘅網頁而家嗰個語言討論區咧都更新咗啦，同埋咧啲會員咧都好識得好熟練咁交流嗰啲意見。喺今日咧，我睇到我哋嗰個網頁嗰個點擊嘅次數咧已經去到76萬次咁多啦。我哋鼓勵發放呢個教育資訊同埋發揚呢個電視無線電嘅興趣。咁喺獎狀方面，今年咧就獎狀經理咧就有23個獎狀咧就做咗嘅，同埋已經發出咗啦。但因為資源的關係咧，我哋今年有份參與呢個國際比賽，但係個成績唔係太理想，希望出年可以改善啦。就嗰啲通訊確認卡嗰度，我哋今年咧就處理咗79.7公斤嘅確認卡，平均每個月咧就處理6.64公斤嘅確認卡，平均咧每個月咧有120到130個會員咧係會收到呢個 QSO 卡。咁不過我應急通訊嗰度。九月咧就參加咗個環球演練咧，就做咗一扎 QSO 嘅。咁咧亦都阿 UNG 咧就去完日本個 hand fair 之後咧，就出席咗東京個環球演講通訊會議啊。咁鄭華 UNG 講邊啲咁啦？11月咧，黑市咧都有參加個環球嗰個演練，但係咧就因為個傳播唔好咧，就帶唔到嘅，成個第三區嗰晚都帶唔到。咁咧就本地嗰度咧，咁阿 UNG 咧就鄭華之前交代咗佢嘅今年嗰個。嗰、那個有啲咩行程啊？有啲咩課做啲咩咁樣啦？咁咧就內地同埋台灣、澳門嗰度。咁我哋11月27、28號咧，我哋小組咧就上去廣州嗰個業務無線電同澳嗰個巡迴嗰度交流咗啦。咁到嗰個社會服務嗰度，每年咧有超過10個團體咧邀請我哋做呢個無線電通訊支援嘅。就確保嗰啲運動員同埋工作人員嘅安全嘅，每年咧就大約有5萬人咧都受我哋嘅支援嘅，超過100個請求嘅個案咧係由我哋發出嚟，有啲係要直升機啊，要十字車啊之類。今年咧仲特別就係學十字會咧，啱啱就邀請我哋加入佢嗰個國際救援行動嗰度，做佢嘅防修等，甚至乎係佢嘅義工添。咁國際業餘無線電聯盟嗰度 IRU 嗰度，咁阿心怡咧就代表咗黑市咧專程去新西蘭天福城啦 ，IRU Vision 書嗰度咧就開咗6日嘅會嘅，佢帶咗好多業餘無線電政策同埋操作嘅資料俾我哋。咁咧遲啲如果大家一月咧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技術基礎。咁就推廣同埋嗰個娛樂嗰度，咁我哋每年咧都有嗰個annual dinner，我哋喺4月咧都成功舉辦咗，甚至乎我哋啱啱都喺10月啊，過去嗰個禮拜日咧，我哋就搞咗個燒烤會，咁有20幾個輕參加，希望我哋有咗新會址之後咧，可以搞多呢啲文娛活動。咁我從少少總結啊，我同埋好多位執委咧，今年咧都經歷咗好艱難、好艱辛嘅。我強烈支持熱熱熱無線電，盡我所能服務社會。祝大家事事如意，身體健康。多謝各位。